曹柳林调派在屏东分局分局长。县府秘书长黄兆崇不达人事命令，屏东县警察局勾结警官异动，副局长欧祖明调任台南市警局督察，督察长张伟忠调升澎湖县警局副局长，嘉义县警局主秘萧振松调升屏东县警局副局长，连江县警局督察长苏振敏调任屏东县警局督察长，澎湖县警局督察长陈其峰调任屏东县警局主秘，警察局长江雅文担任监招，黄兆崇为主持人，依序将硬性交接给新任分局长。不滥用人员，不徇私舞弊。这异动高阶警官就任，屏东警分局长张树毅则调升澎湖县警局督察长，芳寮警分局长翁仲义调任彰化县警局北斗警分局长，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长曹汝霖调任屏东警分局长，高雄市警局六龟警分局组长蔡耀顺调任芳寮警分局长。交接典礼简单隆重，多位县议员以及各界贵宾都出席观礼。秘书长黄兆崇期许新任警官恪尽职守，领导同仁，全力维护县内治安。那么屏东，不只是澎湖大县，更是农业大县，所以在这里祈愿啊，祈愿我们将军团的领导，领导新的干部，领导原来工作的同仁，能够在澎湖大县跟农业大县这样一个特别的条件之下，将我们几届的服务能够做得更好。有限的警力加上无限的民间力量，成为保护屏东县民坚强后盾。黄兆崇强调，勾结警官异动是对同仁能力的肯定，也是对县内新的挑战，期许新任勾结警官能在既有坚实的基础上，继续带领警察同仁全心全力投入屏东县的治安交通维护工作，营造安居乐业幸福屏东的优质环境。屏东新闻采访黄伟德伟采访报道。